看过吗？有啊，有什么张世豪？林月珍？是不是林月珍？我是那个男的主角。我跟你说的秘密，我那天会登场。等下靠腰，我跳下来是遇到你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。我的黑狼在哪里？黑狼鸟的总血量有多少啊？就是战痕的。65,65,000。那么多。哎、欸，别开打！哦，没事，没炸到我。炸到我了。哎，哦，我要被冻死啦！你怎么打青蛙？小，你走打青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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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爬起来就直接毒死。我是不是有吃到吸引仇恨呐、啊？我准许你现在打开看啊。前面出白木，走开！等一下，你后面打，哎，你后面打。哇！哎，没有，他在上层，他没事。我、哦、靠！我刚刚停顿，我也是假墙。那边不能撞，他刚好滑过去。哎呀，我在躺，我在躺。哎、欸，不要把我打进毒里，你给我把他。站着受伤。黑轰！哇！真的怀疑你有吸引仇。好了，靠，没有骷髅头哎、欸，他真的好，活蹦乱跳，活蹦乱跳。为什么到处都是恐怖的痕迹的？因为他乱跑。巡逻啊！讲恐怖的痕迹，也有别的地方，不错了。呱呱呱！呱呱呱！太远了。Goodbye。Goodbye, goodbye。哎，哎，你们两个是一个人打过来，一个人打回去，是不是？我没有打、啊。球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哦，你也有在上面哦。我没有啊。不是啊，真的这样啦。哦，我没有在上面。哎、欸。
那刚刚怎么说一个人打左边一个右边？没有，就是冲过去。就是我先打他，他冲过去，然后到那边的时候你又打他，把他冲回来啊。好、哦，可是我没有全弹发射哎。哎、欸，很奇怪。那他自己，那应该自己冲过去。他自己往前，他这个球会自己跑。原来是 Wilson 吗？ Wilson， I'm so sorry, Wilson。等一下，我要磨刀。我在这一片草丛。哇，我们的同胞也走了。再见了。哦、oh、shit， 哦呦！哎，你好意思？哦，你就好好挡着嘛，我有在补啊。我没有体力被扑了，我被他撞到没体力了。不是，哦，这不能挡是不是？可以挡啊，我就是没有体力，我说你要讲啊，你跟我讲一下吃耐力，我就吃了。那我要现在撞他吗？可以啊，你撞你撞你撞，撞了搞不好就可以抓了。也没那么痛啊，反正。那你可以帮我补耐力吗？现在吗？对，没有耐力条。谢谢。我被他撞到没耐力啊！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大舅自己都没看到，还没看到。是不是换我了？你死掉之后吸引虫好手在我身上是不是？你可能吃的是，你可能吃的是小的，我吃的是大的。哦呦。没有啊，没有吗？20%？你骗我！我没骗你啊，20%。可是我没看到骨头啊，我想要相信你的科技、啊。你看科技就是会这样子吗？科技，我快死了！科技，等一下，科技，科技吗？科技，科技，科技的力量。还是他喜欢这个，再给科技一个力量，什么力量？一个机会。他会拆地洞，不要放。他不喜欢。来不及。地洞会让他醒来啊。怎么那么奇怪的设定啊？不是、啊、他的设定就是他会拆地洞，他很聪明，可以抓。哎呦。这不在我的。我拆掉吗？我拆掉吗？不用了，我先丢球。我没有麻痹陷阱了，看他会不会走过来了。啊，我现在也没辦法放，在他位置没辦法放。啊，对啊，我才说先拆掉啊。我等他了，他下来。好了。黑熊，嗨嗨嗨嗨嗨嗨，你好你好。黑熊大金，黑熊大金，黑熊大金，真的假的？黑熊大金。我先回去啊！还是黑红线？我先回去喽。我要红包快走了，不是吗？红包走了，他刚刚已经显示要离开了。对啊，我丢回归球了，再见。啊！好啦，我玩锤子。怎么那么多大小金的出来了忙啊？哇，巨人阵、侏儒阵都出来、欸。恐怕我又出现了。他不是又出现了，他才没走。哦，是啊。
他就是说要走了还不走，他留恋，他就是想要人家挽留他。你们真的要让我走吗？真的，我要走了哦。真的，我要走了。我小只哦，我小只哦。我真的要走喽。哎、欸，恐怕我们是不是上次打过了、啊？我们上次打大金啊。我、哦、是大金啊，对呢，打不到尾巴。对啊，都抽不到尾巴，这次手感很好抽哦。哦，我黑轰上次是打到大赢了，好了。啊，叔叔妹，叔叔妹，顺带一提，他应该只能再抓一下头而已了，我抗抓他两下。好，你为什么在我们不在的时候抓他、啊？你为什么那么冲动，然后自己人跑掉？你射完之后就这样哦？对，射后不理。哎、欸，是他事后不理，不是我在咬我。对啊，咬对人呐、啊！啊！啊，完了！哦，还好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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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险！我没有按。哎、欸，有撞到。等下互打巴掌了。哎、欸，现在有点远，不过有撞到。连软，连软。他终于下定决心走了。没地质学，我好亏哦！我要出去换。换你。地质学啊！打完就是再换啦。我可以出去再回来，还在啦。不要啦！干，少了一个补士而已。差不多、哦。将将会死哦。我会死。不要死没关系啊，奖励是他的啊。我死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还好了，黑轰我还可以。大喇叭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那我划出去换地质血了哦。你有这么缺东西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力战的我没有啊。我刚刚捡到出现惊叹号，我吓一跳。哎、欸，自己保自己啊，我在。你。不是在脸上。你气完他就出去，你气完他就出去。我喝个药。我被赶走了。靠啊！你不是自己要出去的？你好凶！要不要让你出去？你又不要，你给我他妈人家出去，我就不让你进。你怎么那么凶啊？哎、欸，海妹。我踢一堆。包庇你哦，莫名其妙。我处女座啊，你不能这样子啊。处女座毛最多呢。真是毛毛最多。笑死。我到了。黑龙。哎、欸，这要去哪里？黑龙二。跑了，他跑了，你要不要出去？不要，我就赖着不走。为什么会把地质学拔掉啊？ Okay. 我忘记了啊，那时候是因为捡到不想捡了。你不是说你有配一套巨魔有地质学的装吗？会穿？通常没有啊，都已经盖掉了。水厉害喽，呜，可壮也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地板的痕迹，靠腰啊！我也要把你踢出去。哎呀，要死了！要死了！要死了！那边有蚊，那边有蚊子阻止我。哎、欸！欸我的不动了，我不动了。好，哦、我转身。啊！在这里吓到了吧？欢迎。哦，好，那行，那行，我下来。哎，为什么？不是房间吗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我怎么下来了？下来了呢？有人跟我抢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吗？没有。对啊。你看到有人跟你抢？他还可以这样吼、哦？可以啊。我不知道。
他会360度吼啊，他很强啊。昨天差点死在他这一招下面，在打斗技的时候。别！我会转，我会转。哈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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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收锤子会比较久一点。都说不出来，蔚蓝的珊瑚海，蔚蓝不是海鸟跟鱼相爱，我在是白鸟跟鱼相爱是不是？好了，白鸟，我补个血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海鸟跟鱼相爱，只是一场意外，都跟你说，跟你说了放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劈我？麦斯，你讲清楚，为什么要劈我？你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好，那我们那个，啊！失传已久的大喇叭，欸、北七哦。太会吼了吧！想打断他的手，应该叫喉咙啊。那就是因为很会吼才叫喉咙啊。我知道啊。哎、欸，可以撞。嗯，他在撞你了，他在撞你了，可以撞我。我感受到了。他说这些的人也可以撞。我刚刚好像其他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争夺地盘的痕迹，在哪里？对啊，在那个小平台上面。好，我没有捡完呢。哎、欸，我被蚊子阻止。蚊子干得好，我不杀你了。那我先把他们杀掉，然后捡完主机就再打。我是队长哦，我会踢人哦。我要捡掉落物，臭蚊子。我主机。哎、欸，我捡完了、欸。多捡一点。哎、欸，他是那个人吗？是要离开还是找不到我？他肚子饿，然后顺便离开。一堆咬痕啊。对呀、啊。我帮你们杀蚊子来踩痕迹吧。捡完了，难过。谢谢队长。不是，我是要捡掉落物。刚那边有掉落物。好多咬痕哦。对啊。对啊。还喜欢这个位置。抓抓抓！他在叫哎、欸。还对谁叫？对他的猎物叫。叫叫叫！他直接叫的把人家叫跳。猎人不重要，小狗汪汪叫。啊！好。这个捕食类是一个九二七，可怕的诱饵。谢谢你九二七。哎，哎，哎什么？哎呦哎呦哎！艾琳呦咦呦咦呦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艾琳呦咦呦咦呦咦！哎，艾琳呦咦呦咦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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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
个超级回头。哦，啊，在翅膀不会被吼哎、欸，好棒、喔。对啊，只要它在脖子下面就不会被吼了。嗯。哇、哦，它翅膀怎么那么难破它？它在那乱跑。哪一边还没破啊？两边都没破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一直狂打翅膀啊。那另外两个在干什么？我也很想知道我在干嘛。哎呦！我大弟弟没了。趴一下，我趴一下，我趴一下。好，我趴的不错。而且对啊，真的不用担心不会玩魔物猎人啊！你只要有自身装备，你不会玩也没关系，你只要负责吃东西就好。那，啊，你看他们现在多需要我啊！他们很开心我在吃东西耶、欸。真的，我们都专门把他的消耗品消耗掉。真的，赶快拜托、哦！那加上我又有满足感，更难消耗。这样刚玩的人不能玩你这个，他没有消耗品或者感受。哈哈，没有，有满足感呐、啊，可以的。哎、欸，哪里破了、啊？左边，剩右边，左边破了。左边你怎么在打右边？哎呀，是打要右边还没爆吧？右边没爆，右边有没有？对啊，爆了，左边爆啦、啊，左边你爆了哦，左边打右边哦。好啦，我那一根都渡好了。欸、其实他好像可以抓了，我没看到裤头、欸、我只相信队长。好，没事，刚刚黑浪尿我也没看到裤头。抓，去你的嘞！那我说黑浪尿我也没看到裤头。不是你啦，我他的。哦，哪里有掉落？在那个这里，飞果子底下，尸体旁边。我们明明只要列两只魔物，中间怎么穿插这么多？对呀、啊，我的斩龙呢？它的尾巴还没磨好，出不来。啊，我去抓，啊，不然你们去抓，我去叫斩龙。我来看直播了 ，Hello。俩起来，俩起来，俩起来，俩起来！哇，傻眼！我的痘痘贴竟然自己脱落了。在家里就不要贴痘痘贴。为什么？因为没人会看啊。不是啊，你痘痘贴不是会吸痘痘那个吗？是啊。对啊，因为我那时候痘痘贴，就是每次一拿出来，它不是肤色吗？肤、欸欸欸、色就已经变成白色了。他把里面的内分泌都通通吸出来，有这种功效，然后自然脱落。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每次贴都会这样子。我想说痘痘贴的功用就是这样子。我想说遮丑吗？遮，对啊，遮丑用那个遮瑕霜那些不就好了？遮瑕膏啊什么的。那我觉得痘痘就是一个受伤的东西，上面擦东西，擦一些保养品，感觉会更可怕。哎，为什么粉钻突然不能留言？哦，白痴哦！我的干爹里面有个叫艾琳啊，我们刚才在唱艾琳哟咿哟咿哟咿，艾琳哟咿哟咿。这首歌我从头到尾只会唱这一句，妈的！我玩很多老歌都嘛是这样子，哇、哦，一次跳两个哎！因为我刚刚黑红还没回去，不是吧？黑狼鸟还没回去。团，斩龙出来，我朱石通先清理厕所。好，好。我肚子也痛，我先去厕所。没有，我先出去换那个直升血。我先调一下人物，只能变三人。你是想把谁踢掉啊？快出去！你最好是不让我进来哦。有种你不要让我进来哦，被我进来就完蛋了哦，我狂吃毒蛊哦。等一下啦，笑一笑，笑要不要怎么出去？
主机在哪里？变装备。哦，主要是之啊，那我放另外一套好了，因为之前前几天就开始没打巨魔，我们都在打外面的，我就把那个地址学拔掉了。哦，我是有设两套啊，就是一套巨魔，一套。对，我现在用另外一套了。嗯，补锤地穴啊，不对，圣骑士，主机捡到的东西，圣骑士地址，我捡到一个后灵，这套装备叫圣骑士啊。OK OK。啊，不然就是地址学差一装上面要剪的时候再穿，直接插在隐身衣装上面要剪的时候穿衣。对对对对，好像也不是，好像也是不错呢。对啊，攻击猪地址学，哎呦，红的日。圣骑士，圣是剩下的圣，没有，圣亏的圣，城堡圣骑士，跟变装，哎，又跑上去，他们这个到底是，到底怎么跳的？哎，他的叉叉在外面哎，我看错吗？还是那是在上面？上面呢、啊？哦，在上面，在外面就哭腰了。对，哭啊！蚊子，先打吧。好了，圣骑士好了，参加。我刚拍他一下，他没有理我，我还以为。哦。刚刚是展狼弄的，不是我。是吗？哎呦，蚊子！蚊子被他斩断了。这样，蚊子被割出双眼皮了吗？